调查官，今天的情绪调查要开始了。定位地点，战斗员就在附近。前方出现巨型鬼化生物，请调查官做好对战准备。暴风眼猫族战斗员飞天已就位。调查官，请下达战斗指令。作战开始。调查官，行动指令只剩下最后一格。回合开始时，技能指令刚合成的两星技能指令，技能指令的星数越高，释放技能指令会积累武装，请释放 SP。 看我的轨迹。这是本世界三年首起巨型葵化事件，幸好飞天及时赶到。职责所在。正式介绍一下。你好，调查官，以后请多指教。巡逻任务已结束，我们回去吧。今天的巡为此，调查官需要做好充分的准备。每位战斗员都会有多套情绪武装来应对不同的敌人。调查官可进入召唤界面，消耗蓄金生成各种情绪武装。跟上节奏。生成新的武装后，调查官可进入武装界面进行查看。接下来，请选取升级。好，更加流畅一些了。新的情绪武装强化完毕，调查官可以在今后的任务中合理使用。南港老街紧邻昆市区，该区域为住宅区，人员密度大，异常扩散风险高。另一位战斗员也已接到通知，正赶往现场，请调查官尽快出发。热身结束，我们正式开始吧。实时战斗数据分析中，在作战过程中也可以先保留实力。请在指调查官，请继续拖动形成更。警报，这个大型鬼伤害过高，首要目标是作为攻击，请调查官使用刚刚合成出的。
调查官，大型魁一杯。真是个完美的现场。保持速度，跟上，不要停止你的脚步。无论多么复杂的机械，在艾可大人面前都是小碳酸饮料世界第一。干杯！调查官，你听到雨落在伞上的声音？让我们一起来摇滚吧，我会了断这一切。砰！吃我全力一击。难得的假日，调查官，打针时间到了，不哭的孩子可以和艾克医生一起玩游戏哦。风声变响亮了呢。水枪里。今晚。调查官，老街的只有这样，相比于更偏，房屋是这样。一个会哭。调查官，请。要上楼，好好看着我的英姿吧。我没让你失望吧，调查官。附近的魁已被先去先。不过和我没关系吧？就是这里了，系统写调查官。飞天的尾巴炸毛了，艾克。
见到我是不是很开心呢？毕竟我是全宇宙最聪明、机智、可爱的天才美少女艾可。吓到我们的不是、什么？我身后有什么？哎呀，艾可的尾什么嘛？明明什么都没有啊！请安静。哎，你就是掉。当然，请注意。哎，好吧，调查。既然调查官这么说了。你在里面有什么发现？是色。根据现场检测的吧，最初是 EMC， 而且动态。对对，就是这种声音。快走吧。果然，小白，但是他们为什么都更像是受到指挥？你再推就要推到门。出去。先停手。麻烦。来，一起舞动吧。调查官，此时战斗员，调查官可以尝试长按技能指令。查看该技能的技能效果，请选择刚刚查看的技能。当技能指令目标为火方时，可以。我没让你失望吧，调查官。来尝尝艾可最新改良的战斗程序吧。我的速度就连光都能超越。细雨中飘散吧。
我的速度就连光都能超越。胜利，喵！